成这样，来，请到中间。而且没有，他们不止绑，他们别成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来来来，这样他们多余的布料都可以在这里剪，好不习惯，我现在很害怕。怕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很低，因为他胸部太大，所以同样一件他只遮得到三分之一而已。那恭喜恭喜啊！好可怕，天哪，很棒哈！来，两位老师，请了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是这出来这三组里面最没有问题，乍看。对，乍看最没有问题。那有没有小细修的地方呢？乍看完以后就会笨。其实也是鞋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不好看，可是这样子配起来有点。比如说像民警的鞋子，你就会觉得他的皮肤很黑。虽然这鞋是美的，这鞋还不错，是罗马鞋，但我觉得配这样这套衣服的过于太细腻了。哦，对，就是他可以稍微要可以更不要遮那么多，更时尚一点。你可以换一只脚看看，这个不错。我换一个这种像蕾丝一样。你先换一只脚就好，好好看，因为。那个包太多，反而会觉得他的脚很暗哦，而且这一只比较高一点，对，而且变比较亮。对啊，你看差很多，皮肤变亮了，对，颜色差好多，皮肤把右脚变亮了，把右脚勾起来，对，留左脚在地上，留左脚，哦，好难，好多了，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整个腿拉长之外，皮肤变白，然后你再留右脚勾左脚，走开。没有，因为他这一双鞋像穿个凉鞋，不像穿。身上这样有一点晚宴的感觉，对，你像好像去罗马浴场。没错，而且在镜头上拍起来啊，感觉你那双鞋不像是高跟鞋，像是很凉鞋，对，很平的鞋。对，鞋子的意义就不太一样，配衣服嘛，差很多哎。对，可以两只脚都换了吗？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因为我有点那个啊，是。而且这双鞋很厉害，是它前面有一个金属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其实像这个防水台这么高的鞋，就其实也很容易让人家看到说，哎，你穿的鞋子。很高，但是它这一个亮亮的呢，其实你从正面看，你只是觉得它防水台很低，对，所以就不觉得它鞋很高，因为你只是觉得它亮亮的，小心机，对，其实那双鞋还蛮有心机的，就可以让你的脚背到小腿的线条再垫高了一点，很美的，对。而且哎，他真的换那双鞋又整个就哦，气质又不一样，可以走个台步看看。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又高了2公分的感觉。是是是，哎呦，女神来了，女神，这样那个比例比较对，对，因为民警其实，在他脚背一拉长了，在他的身材比例，民警的头比较大，其实还有就是你梳的头发的关系，他比较蓬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整个比例看起来你的头是比较大一点。所以如果他的头发是挽起来，或者换一个造型收一点的话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梳一边就好了，梳单边捞一边，捞到单边来就好了。哎呦，对对对，你捞到单边就好了。好，老师来救你了，老师救他一下。拜托，也是一样。然后呢，鞋子比较重一点点，那我们换一点比较，因为常常有一些紫色。默默好适合粉红色哦，因为它很白。对啊，白真的是什么都好。而且它穿这个颜色，它更白。真的，像芭比娃娃。因为那黑的实在太重。对，感觉起来呢，感觉好像那个这个阅兵的时候，女兵在什么？对，然后披正不穿的。对，我觉得就是颜色，有的时候紫色跟粉红色稍微互搭一下。老师，那他头发呢？头发有没有什么？头发这样子有一点点，也是重，也是很重。其实就是也是要收一点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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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起来就好了。OK， 你的头发，我其实觉得梦你头发非常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超多，所以你这样感觉看起来会很厚重，尤其是穿这样子的衣服。请问一下，你这样子一个女佣的一个领结，它是领子啦，现在很流行。对啊，现在很流行，就有点兔女郎的感觉。你们不会有那个那个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再用一个那样子的领子，比较有一点点变化，就是对，比较有一点点变化。啊，好可爱哇，这个就跟鞋子非常的对呀，可爱。然后很适合你的肤色，这样比较有质感。因为你选了一个黑色跟紫色，那种看起来会让你很重，太黑了。对，金色又带一点粉红色，跟它鞋子也有搭。你现在已经变精品了。对啊，而且你真的要把头发绑起来，因为你的肩膀很到胸线的那个线条很漂亮，那你头发都盖住了，就是你的优点，把它盖住。老师，他要用什么样的发型会比较适合他？这样子的衣服，其实它就可以绑得很乱乱的，有橡皮筋跟那个，有没有橡皮筋？绝对有的，你只要橡皮筋跟小发夹就可以。刚刚那个本东那上面的橡皮筋，我们在
对，橡皮筋，橡皮筋，橡皮筋跟小发夹就可以。好，来，立刻要帮你改造，好可爱，头发大改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应该落锁骨，好漂亮。这个应该，哎，好漂亮哦。李彦廷老师刚才一掀起来，就好像一阵光芒射出，而且显头明明就很小，你知道留这个发型会让你整个比例变得很上身变很长，然后腿变短，很多。对，还是你考虑稍微有没有修剪一下？而且他把头发绑起来有贵气的感觉，对，晦气，贵气，吓我一跳，头发看起来晦气，晦气是怎么样？哇塞，我先去烧香哦，好干净哦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剪比较短的、比较男性的头发哦，也会让你有反差的效果。你的人跟你的身体会更性感哦。所以我可以剪短吗？嗯，你比较舍不得。可是你看最近那个安海瑟薇，他就剪短。哦，他为那个 Miserable 吗？对。就这样子很好看呢，好看，是什么？好看哦。哎呦，你早点用这种造型，应该更早走红哦，因为很好看。更早走红。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而且这种头发很多服装都可以用。这样看起来好聪明哦。哪有？真的，我觉得这样看也比较聪明。新妹妹讲，我们就不觉得奇怪了。好坏哦，看起来比较聪明呢。嗯，去考驾照可能会过。啊，我已经有了，我有驾照。那看起来真的变聪明了。好来，好，转个侧面给。亮亮哦。哎呦，哎呦。这是花吗？好像捧花一样，就是有一点把头发折一折，很像那个蝴蝶结，打开的蝴蝶结。对，而且他的头发够多，可以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他，因为他就是这边的肩膀的锁骨线条很漂亮，然后胸前的这皮肤也很好，是。然后他的优点就是胸部还蛮美的，所以他就会让人家的整个的视觉就停留在这边，就忘记他是158了。对，而且这样像是千金小姐。等于刚才您出来的时候，你直接把自己所有的优点全部都遮掩住，真的假千金，假千金，刚刚是假千金，而且啊，真的有的时候饰品就是稍微挑细致一点的，他就质感就加分了。哇，可爱死了！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像真千金？对啊，就很会亮哦，发亮里面哦，好很多，好太多了，太厉害了。那个黑色的饰品，对，那个就不用，都可以不用。再戴一点细的手环，哇，哎呦，差很多的啦。显胸部的耶！哇塞，来，两个请站在一起合照一张，你看跟刚刚差多少？哇，你看差多了。周明景裸色礼服搭配蕾丝跟鞋，再将杂乱长发重新编发，瞬间变成小头美人呢。某某则搭配亮粉红跟鞋与金色领子，活脱脱就像个千金名媛，却不失青春气息。同一件洋装再进行不同搭配后，都一样超吸睛呢。这个两个一走出来啊，记者闪光灯闪不停。对对对，刚刚那样穿啊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要不要再多拍几张？不用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赶时间这样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其实同一套衣服穿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。是耶，就不觉得他们是同一套。其实颜色调换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撞衫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，就稍微。虽然他胸部比我大这么多，可是我觉得因为风格不一样，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小胸部很害羞的感觉。没有，今天就是很知性挂。而且就这边就知性挂了。周冰姐，你自从头发梳到一边以后，你自信更多哎，不带戏的感觉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样好很多。真的吗？因为民警的肩膀很小，你看到他的肩膀比较宽。对对，所以民警比较吃亏，就是看起来头会比较大，其实你都很瘦了，但是你现在把整个都不对称的关系，所以看起来就那怎么办？这胖还可以减肥，头大不能减，没有关系啊。那怎么办？有一个头发啦，发型可以改变啊。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十年了，就把它绑起来就好了，真是没办法解决。你出门还可以绑，他不能绑。你看我们的前辈贺一航，他比我还久。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迷思，就是说像很多女生啊，比如说你看啊，很多女生都觉得说，哎，我要把头发挡住，
挡住，就会对修比较小。就是，可是你发现，其实这一边它捞起来以后，这边是比较瘦，对，更直，对，而且它这边线条会连到这边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并不是它大小脸，而是说，其实头发就好像一个黑色的布幕一样，是你放下来之后，你的脸型就会看得很清楚，就会反而你是方的，就是方的，你是尖的就尖的，就会。但是因为你的脸是尖的，所以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许孝顺他要留长头发，我们阻止他很多年。对，我说顺哥，你真的不要留长头发哦。所以要把优点露出来。太明显，好不好？好，改造成功。